出发回去吃寿司去了，就是下次再来吧，下次这边来泡四汤，泡四汤了，找了个四汤，今天来不及了，太晚了。向西北方向，往超市，它其实是个超市，超市里面去买牛肉。买牛肉啊？对，这边的那个，和牛，牛筋。嗯，没事了，温泉街。哦，好，出汗嘞。出汗了，我也出汗了。嗯，刚才冷。泡了两次脚。嗯。就是露天的那种泡脚的。对。泡两次。所以你还说这水不热哈？嗯。那超温的都能出汗，泡出汗来。嗯，再不热，我感觉40度是有了。啊，差不多，但是我们北方喜欢泡45度的。嗯，其实水温差1度2度，体感特别明显。是。咋了？特别是在室外、啊。泡感冒了。啊，不是。天宇市场就是这家，就这家。飞蛋牛上面写的。啊。停车位倒是好找。时候呢又没有卖，我们要看运气呗。对，早上呢肯定是有的。嗯，金鹿鱼，这不贵啊，480，这是怎么的？烤呀。烤啊，拿两条。这个。你咋看着哪个鱼都好吃？嗯。就是想吃哪个就捞哪个。还真是，有价的。780一个。嗯，那今天我们在外面吃。嗯，买了冻上呢也不行。嗯，买了明天吃。明天没准在哪吃。哦，对了。啊。这是这个。嗯。这是啥鱼？你看那鲨鱼，对，3800一条，好便宜哦。一尾3800。嗯，就是一条的意思。怎么吃啊？这么大个。切小了做汤呀，鲨鱼汤可鲜了。那在冰箱放不下了。嗯，这个你看鱼好便宜，这个叫什么鱼啊？才2800。这两年，但这个呢？所以这么一小块50米。嗯，太油了。太油了，确实太腻了。中午吃两块牛肉还腻了。就是一盒，你看烤肉，1000块，60块，50块。啥？牛筋。牛筋。嗯，煮那个吃。咖喱。对。哦，牛脸肉了，老哥，哎，这不是牛脸肉，来告诉你，买一盒吧，先。行。啊，买两盒。买一盒。啥？牛脸肉，我在挑。牛脸肉没有了。哦，那个牛脸肉特别好吃。那可能杀的这个牛没脸了。嗯。宰这个牛。真的特别好吃，做烤肉哈。这不还有这么多的吗？你看看。算了，买了啊。啥呀？猪排。肋骨。家里刀不行啊。啊，刀不行。你看一下也没脸。哎，这个是啥？啊，这边就是猪肉。猪肉。嗯。没脸吗？没脸。那是杀的这个牛没脸吗？没办法。嗯。牛脸肉真那么好吃吗？嗯。那真会吃。628呢，这个算了，不买。半价还600多，一个面包。不，半价300多。啊。嗯，真是多爱吃肉。一条海鱼，2份牛肉。我说一条海鱼，2份牛肉。这是不能让女人逛超市，还挺高级。英文、中文、韩文。回去都要选择另外一条路，爬山。不过这个风景是不错的。就是每次从这条路回来就要堵车，这是不是回去的唯一的路？对，刚才不是哎。刚才让我400米的时候让我转弯，我没转。那条路我感觉路程的话啊，肯定比这个没这个堵，但是比这个长。嗯。那主要是不堵就行呗。哎，早知道我就转了。不是这个也最主要是什么？
今天三连休嘛，都会出来玩的。这儿吗？啊，对，就这个寿司。啊、嗯。哎，挺多的，你看停车场都满了。嗯。停车场就满了。嗯。位子已经满了，他进去排号，我在这儿吸根烟。也得等一会儿吧，一个盘子100日元，5块钱一盘，5块钱一个碟子。哎，这里边排队还在排，这外面都是人了，不知道有多好吃，不就寿司吗？外面排着都是人，还是出来吸烟吧。叫到了，还得按密码。对，然后他会告诉你几号。反正咱俩吃还得分着啊。嗯，因为这样比较快嘛，你要等桌子的话，好长时间呢。好吧。嗯。都是小脖子。先来这么多吧，放不下了，实在放不下了。各种小脖子。是我的。点的一样的吧，差不多。你有猪肉，我没点猪肉。对，我点了猪肉。嗯。还有个鸡蛋羹。嗯。吃吧。海胆，还有鱼子。一样的。一样的。这我只能看图说，看图点了。我不知道是啥，猜呗。对呀、啊，这三文鱼看得懂吧？啊，看得懂。这都是三文鱼类的，有各种做法，上面带芝士烤的，或者就是烤一下的。金枪鱼，还有叫不上名的东西，吃了好多了。刚才给我点了个生蚝，好好吃。咱俩谁饭桶？你比我多一盘儿、啊，差不多多饭桶。我觉得我推荐那个我好能吃啊，能者多劳吗？你向我看齐啊！哇，你的生活来了啊！你看它上面还是下面？上面。上。来，生的，它稍微肿一点点。又是生的生蚝。不大哦。啊。还挺大的哈、啊，挺肥的。生蚝刺身。是吧？一点点啊，就是煮的不是很透。嗯。咦，你的饭都掉了，不算了，你就光吃点不就？光吃生蚝了。嗯。那我再吃口饭。啊。好吃。好吃，鲜。鲜啊！嗯。我都没吃啊，上面两层。嗯，一人一个啊。好的。尝尝味嘛，刚才这个吃过。鱼子。嗯。小鱼，小鱼都是生的。嗯，这是蟹黄，蟹黄。啊，最后一道了。嗯，它带上了，带这个酱吃。啊，最后一道炸虾。那 我吃一个，你吃两个，行吗？好。里面是牛油果，肯定好吃。吃完了。我吃的好多，那也不少。没我多。你看我这盘子吧，是盘我给你做。哎，去洗澡，我先替你喝啊。嗯，就是尝尝这个叫什么酸奶酸奶酒啊，好鲜啊，酸奶味。它这不就是酸奶吗？但是这个酒精度也有6度呢。嗯，跟啤酒差不多。嗯，哇，哎、好浓厚啊。这就是酸奶。太多了。我尝一口。来，我尝一口，去洗澡。在杯沿上面尝吧。嗯。嗯它就是酸奶，好不好喝？兑了点酒，好不好喝？还行，还行，嗯。